你好，我说一下我7599器啊，这个怎么操作？功能介绍和这个对频的方式啊。首先，这一个是属于是电瓶装上去以后，这一个是属于是千斤后退开关，行驶的时候千斤后退开关。这一个是属于是电源开关啊，这一个是多媒体的，这一个是话筒啊，话筒插话筒的，这一个是 MP3 的，这一个呢。是属于是按这个跳档的，正常的我们按直接按到3档都行了啊，跳3档。这一个是属于是大灯开关的啊，这一个是属于是遥控手动开关，最左边一个啊，遥控手动开关。这个手动呢，按前进以后呢，它就会。要按交叉板，才会行驶啊。对频方式呢，首先对频怎么对啊？我们要把遥控器装电池，装电池，这样装电池。装电池的时候呢，让我把电源打开啊，电源打开，然后啊把这个遥控电动开关按在遥控的位置啊，然后电池装上去。按前进4秒，它会动到位置啊。它因为按前进的时候，它会闪烁，对频的时候它会闪烁。如果说还没对上呢，得把电池再拿掉，电源再关掉啊，然后再打开，再装上去，再按4秒，这样子反复这样。如果一次性没对，一次没对到对上频的话，就反复多次，反复多次这样去对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，把这个车的一直对到它会走为止，啊，这一个呢，属于是遥控的这个跳档开关，按一下是2档，再按一下3档，啊，正常的我们行驶的话就按3档，按到3档。3档比较快一些，这个左右开关左右，这个是属于是暂停的啊，暂停的遥控暂停开关啊，我们这个一定要始终按照遥控的位置就好啊，好，谢谢。